那个中开场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好听哦。有那个他中他在那个拉斯维加斯表演的时候，还有请那个非洲黑人跳那个类似非洲舞那种感觉，所以还蛮精彩的。他在那个拉斯维加斯的表演都很厉害，好不好？来听看看这一首现场版的《Unalive》。